观好眼力，这是红豆簪子，是广东的式样。你去哪儿？外面正下雨。娘，我去看六娘。早点回来。六娘，六娘。小秀才，汝来这里做甚呢？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何等好物，且呈上来。呆呆的，吃了，快上来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这不是红豆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，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。你没听过王维的《相思》吗？小秀才，那你背得出吗？哼，怎的不能？那你背一个给我听，背不出打手心。好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。此物，牵出手来，童儿，饭熟了，快回家来。娘叫我了，再见。伸出手来。小秀才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被先生骂了？别难过了，给你个好东西，算是昨天的回礼。先生打你了。张嘴。就是六娘哎，船家，靠过来。来了，买梨啦，新鲜的梨。好香的梨呀。菜都凉了，快吃。哎，等等。你怎么才来？来，快走。李阳，快走。
好快去看看，这是大喜事啊！是啊，真是门当户对。可不是。来，好嘞，赶紧送进去啊！好的，知道了。来，慢点啊！恭喜啊！新娘子来了！恭喜啊！